有种冻龄叫许晴。当看到她穿上旗袍的一瞬间，网友人间有雾。说起许晴，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她温柔的性格和姣好的面容。如今已经50岁的许晴，还依旧保持着青春永驻的冻龄脸。可以说，如今的她看起来还是只有20岁的惊艳颜值。她身上的温柔和细腻都是难以复制的。这就是时光为什么会善待许晴，让她一直拥有一张减龄的五官，还有青春永驻的秘诀了。在《老炮儿》中，许晴扮演的角色可以用惊鸿一瞥的美貌，还有千般风韵、万般柔情来形容。当许晴穿上旗袍，余光看向地面的一瞬间，看到了她万般柔情、侧身微微露出的大腿一侧，这种若隐若现的性感才是最致命的存在。身材也是堪比人间尤物，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她。